看看新闻网。那里有不着急结婚剩着的，这里却有急着把自己从剩余榜上划出去的。昨天，一袭黑色裹胸礼服打扮的安以轩在北京出席品牌活动，对于自己被媒体选为黄金剩女的事情，安以轩笑言再等几年入榜也不迟，因为女艺人为了工作大多数都是晚婚。日前好友安钧璨表示，如果安以轩35岁之后还没有嫁出去，自己就迎娶对方。对此安以轩相当不给好友面子，称其实自己对此有些担心，所以正在积极的寻觅桃花。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再等几年再入榜啦，对，可以再缓一下，这是我唯一比较担心的地方。我觉得不是说什么年纪大生小孩要怎么怎么样，我觉得35岁如果安钧璨真的要娶我的话，我会担心，所以我就是赶快积极的自己找朋友交朋友这样子。